他们很少上节目。他的女王的地位，第一把的地位，时尚教主的地位，百变女王蓝心湄。善良知道，黑人付出也不在意。别台看不到，大咖好友登场。还有一个神秘嘉宾，这个人真难请。认识蓝心湄超过30年，他很照顾我，我们两个人是一起长大的。好久不见蓝心湄，只有在超级同学会。